欢迎再度回到爱尔达电视，跟着我们一块来欣赏2015年 ITTF 女子世界杯8强阶段的转播。在这个阶段，为您送上最后一场比赛呢，将是由画面上看到中国选手朱雨玲要出战荷兰老将李晓的对决。朱雨玲今年20岁，也是中国女子足球队窜起来的一颗新星。 目前的世界排名已经高居第3了，今年是以亚洲杯第3名的身份递补进到了女子世界杯的参赛名单里头啊。因为原本的这个参赛名单呢是邀请了丁宁来参加，不过丁宁呢从今年的世界锦标赛之后，其实一直没有完全的从她的伤势恢复啊。上个星期的波兰公开赛也在女单决赛啊，最后是因伤弃赛，让刘诗雯呢得到冠军。 啊，所以呢，也因为丁宁弃赛的关系，也让朱雨玲今年得到第一次在女子世界杯亮相的机会。她的对手李晓今年已经是42岁的年纪了，世界排名排在第27名，也是大会的第13号种子。在16强这样的比赛呢，她是以4比1击败了南韩选手梁夏莹，今年以外卡身份参赛的球员晋级到了8强。 这也追平了李晓过去参加女子世界杯的最佳成绩。今年的世界杯也是李晓呢第7度参加这场世界大赛，而朱雨玲呢则是第1次。比赛正式开始，可以看到李晓的打法比较特别，是左手直拍的打法。对，那以荷兰的李晓是非常有经验的一个选手那他是传统式的所谓的直拍左推右攻的打法当然，面对呢，中国的朱雨玲也是现代的这个桌球的一个趋势等于快攻型的左右快攻的一种弧圈型的打法。那我想李晓呢，左推右攻来讲，如果是反手的推挡呢，它是基本上是比较没有攻击性那面对呢，同样是反手的话，朱雨玲的这种反手的拉球呢，具备非常大的杀伤力。 所以两个来讲呢，如果反手对反手，那朱雨玲的杀伤力就很强。当然，左推右攻的这个李晓呢，最重要就是落点上的变化像这个球因为它又是左手，所以在推挡上甚至发球上呢，应该是要调开朱雨玲的偏右的一个步伐。当然，两位选手完全是不同的打法，就看各个展现出他应有的这种战术。 朱雨玲在淘汰赛的第一轮呢，是打得蛮辛苦的，才以4比3击败了匈牙利的名将波塔。那当然，朱雨玲呢也是上个星期有参加波兰公开赛，而且在波兰公开赛之前呢，她才刚打完中国所举行的青年运动会，所以这么密集的出赛，当然对于选手整体的状况调整跟保持还有这个对于时差的适应都是很大的挑战。对啊，这场球赛直拍传统的左推右攻，如何的控制呢？两边进攻的朱雨玲当然李晓是靠他的经验除了控球之外呢，他会做一个正手一个抢攻毕竟呢以李晓来讲是靠经验来得分的。那一开始你可以看出年轻的朱雨玲一直在失误因为你对上呢这种快推跟真正的。 横拍的两边进攻完全不同，就像这个发球，完全是一个直线的挤压式的长球。朱雨玲20岁的年纪了，也让她成为今年赛会第2年轻的选手，最年轻的是来自香港的杜凯琴。那李晓呢，则是今年参赛最年长的，跟这个来自澳洲的雷建芳一样，都是42岁。 但在进攻的整个企图心，一定是所谓这个接发球呢，可以看出直拍的选手呢，突然间短近台的一个攻击你可以看出朱雨玲完全是没有准备，还有李晓的发球非常刁钻，基本上是偏左偏右，当然是基本的抢攻一板就是后段的当中呢。 他一定会利用发球抢攻，来突破最后的这个局面，所以也让朱雨玲呢，让他尝试一下早期的这种直拍的选手的威胁性。就是发球抢攻。一个擦边哦，最后呢，李角还是利用他的技巧哈、哦，强调的不是力量，强调的是一个弱点。当然，这个是幸运的擦边。当然，朱雨林的左右的能力是很强哈、哦，目前也没办法让他打得很顺。4比8。 哇，可以看出哈、哦，在最后的当中呢，稍微给你摆一个，要出台不出台，然后李角呢就逮到一个反拉。李角、当然也是在2000年的时候搬到荷兰去了，也是出身中国的球员哦。在04年他是拿到了荷兰的公民权，所以就此代表这个欧洲的国家出赛。 那除了说他目前还在女子队活跃之外啊，他也担任了男子队的指导教练。好，那后段哈9比5的领先，基本上应该是发球抢攻的啊，确实是抢攻。好，推挡。哇，这是被朱雨林打穿了防线。朱雨林的这种拉球的爆发性哈、啊，当然来回球越多呢，对朱雨林来讲。 会有利哈，因为毕竟呢，最后呢掌握的进攻应该会在朱雨林这方面，但是以李角来讲哈，再次的发球还是会适时的正手抢攻，好，再抢攻啊，想要打一个技巧啊，是带有一点点滑拍的感觉哈，也是李角呢很清楚战术上呢，先抢再说了。 力道上面稍微小了一点了，所以朱雨林现在把分数追成了7比9。哇，再一次的打穿了李角在反拍的防线了。对，能够顶得住呢李角的一板的进攻，把这个来回球的战线延长呢，最后朱雨林的这种反应各方面呢，大概就是能够。 最后一板的重板击球的，追到剩下1分差了。哇，让朱雨林知道，所谓的直拍的选手的正手的短，一个波攻哈、而且这个速度非常快，一般来讲呢，这种直拍没有所谓的拧球，就是正手位为主，那他的正拍的抢攻也是比较有杀伤力的，4比8。 好，推挡！哇，这个球打在了这个球网的铁柱上面，没有办法弹进球台内。所以荷兰老将李角在第一局的比赛，相当令人惊奇的是以11比8压下了中国的朱雨林，在这一场8强战，目前暂时以1比0领先对手。 欢迎回到爱尔达电视台，继续欣赏2015年 ITTF 女子世界杯的转播。8强阶段的最后一场比赛，荷兰老将李角在第一局先给了中国小将朱雨林一个下马威啊，11比8先抢下第一局的胜利。当然以目前可以看出哈，荷兰的李角的这种该进攻的这个掌握度也不是每一个球都急于抢攻。 再来他的推挡非常快他又是一个左手所以呢，你直推或者是一个斜线的推确实会影响呢朱雨林的步伐，所以朱雨林呢完全没办法站稳用一个很好的发力动作，开始带开，对，这个整个战术呢完全改变那朱雨林呢也不跟他多有太多的短球对抗毕竟呢，左右的长球呢，李角步伐就要移动了。那以李角目前来讲哈，如果以左右的横移来讲，一定是比较吃力的哈。好，可以看出开始要调开。哇，又一次的朱雨林把球送到李角的反手位啊，去压迫直拍的对手。对，这个发力呢非常强哦。 哇，这就是直拍，左推右攻，而且发球非常刁钻哈。那在早期的中国的这些选手们呢，就是利用高抛的这种发球哈，尤其直拍的发球哈，早期是非常有威胁性。好，抢一个，这个力量应该是不是非常强的？4比2，第二局的比赛还是由中国女将暂时领先。今年对于朱雨玲来讲也是很有突破的一个赛季啊。 包括在亚锦赛啊拿到了女子单打冠军，另外中国公开赛呢也是赢得了冠军的荣耀，而且更难得的是，在中国公开赛封后，她是先打败了丁宁，再战胜刘诗雯哦，等于战胜了自己同门的2位师姐。4比3，李皎又慢慢的把分数给追上来了。 哇，这个球可惜了哈，这直接的进攻啊！哦，这个球快推，一个直线，一个斜线啊！当然，注意点呢，哦，在整个步伐上哈。 一定要稍微退后一些些啊！分数仍然是咬得相当紧啊，朱雨玲也没有办法顺利的把这个差距给拉开。6比4，这次的接发球想摆短，但是力道过轻。 好球哦！这只是最后还是左右开弓的所谓的横式握拍哦，占一些些优势好处哦。毕竟呢，不管打哪个方向，我都是可以进攻。那直拍的选手只能有时候回挡哦。4比8，刚刚朱雨玲保住自己的2个发球，现在看看李皎。 朱雨玲想要直接强硬的反拉，守直线，但是进攻失败。朱雨玲先稳稳的盯住哦，最后往李皎的正手位送。 确实是蛮冷静哈，因为你可以看出朱雨玲呢，虽然李皎在进攻哈，但是呢，她不急着反攻很强哈，稍微击球节奏放慢啊，毕竟呢，李皎的这种所谓的力道呢，不是非常强烈，我想以这样的模式大概就没问题了。好，现在有机会再反攻，哦，还是要好像稳扎稳打的回击哈。 比分来到9比6，朱雨玲还有一次发球的机会。哇，这次李皎想侧身了，但有点被挤压到。对，李皎也很有经验啊，这个你不侧的话呢，你推回去呢，朱雨玲一定是发力的进攻。当然，朱雨玲的整个策略很清楚啊，不需要多打太多短球。 好哦，漂亮的一个进攻的路线。朱雨玲接发球稍微摆高了，也让李皎有第3板强攻的机会。哇，这个进攻的一个弧线哦，这个带有一点点滑拍的这种路线。哇，你看发球哈，又把这个落点呢发得很开啊，直接的呢一个撇过去的侧旋转，啊球呢往右哦旋转。 所以你可以看出球的弹跳呢，也影响到朱雨玲的判断。看到朱雨玲这次挥拍落空，也感觉蛮沮丧的。现在10比8，她还有2个局末点的机会。哇，快推！哇，这个也让哇，这时候朱雨玲在第二局的当中呢，赶紧喊暂停啊、哦，打到呢自己不知道怎么打哈、哦，赶紧呢到他的教练这边哈、哦。哦，我想这个可以让朱雨玲呢，应该是很少碰到哈、哦，像这种所谓单面左推右攻的选手了哈、哦。目前以在中国来讲，女子选手也没有派出这种直拍啊这个单面进攻的选手。 所以呢，让朱雨玲呢了解一下哈，不同的握拍、不同的打法，你的战术或者击球节奏完全不同的。没错，朱雨玲这时候喊出暂停，来到场边跟中国女队的教练孔令辉讨论。令辉过去也是大满贯的得主，曾经拿下奥运金牌、男子世界杯的冠军了，另外还有世锦赛的冠军。哇，确实是需要一些。 哦，指点哈、哦，因为桌球场上哈、哦，在整个因为武器的不同、握拍的不同哈、哦，尤其胶皮的种类太多了哈、哦，那也是影响了每个选手的适应程度。那毕竟呢，你平常要有这个对象的练习。好，暂停回来，看注意力是不是直接冲球？好，正手拉起来。哦，李角当然是拼了，最后是出界。 反拉失败的结果呢，也让朱雨玲以11比9有惊无险拿下比赛的第二局。目前两位选手战成了1比1的平手。欢迎回到转播的现场。朱雨玲跟李角的比赛来到第三局。对，朱雨玲呢很清楚的哈，在攻势上哈，事实上也不见得说要很重板。 他只要拉两大角度哈、哦，你李角呢，你再怎么防呢，也没办法做有效的反攻了。当然，你如果急着要发力呢，产生的失误就是李角最希望看见的。0比2，轮到李角发球。哇、哦，漂亮的发球抢攻哈、哦！我的发球变化还是相当丰富哦，有时候让朱雨玲接起来真的很不顺手。 1比2，先追回1分。哇，推挡可以看出非常快的一个击球，哦，就是一般的左推右攻呢，你只要拉球的时候呢，它的击球都是上升的前起啊、哦，落在桌面就开始推，哦，加力减力，哦，一直应用。对，带开。 对，哇，不断的用推挡来防守，但是李角最后没有办法守住。对你只要来回次数越多哈、哦，那朱雨玲呢两大角度呢，啊做一个带有拉球呢，事实上对李角要反击非常困难。好、哦，先带开，哦吼吼吼吼，漂亮的接发球，直接的台内的一个波攻哈、哦，也是直拍呢接发球这一个部分哈、哦、最有杀伤力。 而且一般来讲，横拍就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哈、哦，哇，这是非常有经验的一个直拍的选手。其实从这样比赛的表现也可以看得出来，尽管李角已经42岁，但整个状况仍然是保持在蛮好的情形哦。对，在过往几次的世锦赛啊，包括了这个团体赛或是个人的比赛、啊，李角一直都是荷兰以来的一大主力啊。 事实上，当然哦，连续来球如何产生的爆发力，对李角来讲是比较难一些。但是前击板球你可以看出哈、哦，他打的位置呢，哦，来回球越多，当然你在前击板甚至前3板呢，都是李角为主控权，所以选手呢哈、哦，你呢顶得住李角这几板也不容易啊。 当然哦，在运动场上哈、哦，尤其乒乓球速度那么快哈、哦，最后还是强调的哈、哦，你的整个体能还有你的整个爆发性哈、哦，在打球呢，应该是来回球，毕竟是哦一流选手哈、哦，哦你在短时间要结束这个球这一颗球是不容易的，没错，所以又是7战4胜哈、哦，对李角来讲就完全是考验他的整个身体的状况。 5比4，哦，又是要打长球对抗，嚯嚯，漂亮的一个推挤呀、啊！直接往朱雨玲的正手大角度而去哦，相当刁钻。对这个球的一般就是左手持拍的推挡者啊，哦，经常采用的一个线路。 滑倒球抢攻，可以看出哈，虽然呢，抢攻呢速度呢不是说像朱雨玲那么凶，但是他的战术的变化、球路的变化，最主要李角的发球呢能够偏中短球，还有直线长球，所以朱雨玲完全动不了啊，所以这是完全是利用他的一个技术技巧。好，又是偏中短球抢攻了，好球，很快的。 侧身啊，哇！李角这一分拿得相当漂亮，也可以看出哈、哦，打到第三局的过程呢，哦，尤其第三局朱雨玲基本上都是防守再防守，没有好的位置做左右开弓，那也可以看出哈、哦，这个所谓的技巧的控制呢，还是荷兰的李角占一些优势。哇！这次朱雨玲。 直接第三板的抢攻哦，位置站得蛮稳的哈，现在杀气有打出来了，发力是没有问题啦，是有等待有这个机会是重点哈。好，第二个接发球，看李角还有没有其他的战术控制。哇，可惜，确实是打出呢李角的应有的战术，做一个劈场，马上做一个反拉，哇，非常有杀伤力的一个角度。 哇，很可惜，差一点点。7比7，双方在第三局的后半段战成平手。这边又是运用发球，确实不好切。但因为李角在高抛的时候，发球的路线呢，它有直线的侧旋转，还有一个大转弯的右侧所以你可以看朱雨玲要侧也觉得不容易，还有一个偏中的短球。 哦，还是长球拼了，这只是最后还是比较有爆发性的拉球啊。可以看到相当多得分的机会了，朱雨玲的进攻都是把球送到李角的反手位的。那朱雨玲要顶得过前三板，大概就没有问题。那8比8，朱雨玲发球机会是蛮多的啦。哦，拼球哈。 对，还是想要运用接发的第一板就抢到主动权了，但是这次李角的回击挂网。朱雨玲还有一次发球的机会。哇，抢攻应该漂亮，连攻2板，李角再度扳平战局。哇，这个球，这确实是非常有。 技巧的一些，哇，他就是挡2大角度，你再怎么防，朱雨玲你还是要移动的，啊，这是弱点的变化。那9比9，那面临的就是李角呢，在发球的抢攻了，所以朱雨玲呢要怎么接发球，哇，这个难度很高。先撤开，还是不能撤啊、可以看出他的这个旋转速度、力量。 基本上已经牵制到朱雨玲的一个侧身的动作，那当然10比9之后呢，李角呢应该会发球抢攻了。以李角的整个战术而且直拍的选手应该会发偏短短球。好，短球抢攻，先准备。哇，这个球朱雨玲也撤不开。打在球拍侧边的结果呢，最后让李角顺利拿下第11分，11比9。 李角在第3局击败朱雨玲，现在2比1领先对手。继续来欣赏李角还有朱雨玲在8强战的交手。女子世界杯今年的比赛呢，在日本宫城县的仙台举行，满场可以涌进4000名观众的这座体育馆呢，今天也是销售一空啊。看得出来，足球运动在日本是相当受到欢迎的。对。 这个比赛的过程大家可以看出荷兰的李角的发球上的变化加上适时该进攻的时候很清楚所以这个场上呢完全是利用他的经验好，又开始一个加快推，查网，就回来之后里角，你可以看出哇，太神奇了这一板啊！里角的反应啊还是非常快的，你拉得多快哈！我的推挡能力呢，我就很清楚的对角线的，而且他这个左手持拍。 哦，直拍的选手呢，对角线呢会把球带出去，哦，桌子的外围哈、哦，所以我可以看出哦，注意你拉的所谓的方向哈、哦，一定要有所改变。好、哦，现在反拉了，哦，当然里角呢推挡能力好之外呢，他的正拍的抢拉哈、哦，就是正手的进攻呢，也是直拍的选手的非常稳的一个技术。朱雨玲1比2落后。 今天早上面对波塔的比赛啊，朱雨玲还一度陷入0比3局数绝对的落后，最后连赶4局才惊险的淘汰掉对手晋级啊。现在面对里角啊，打的是有点落居下风哦、啊，特别是对于里角的发球，朱雨玲还接的不是很顺。对，一般来讲哈，你也不容易的左右的进攻，哦，又是发球抢攻了，哇，让真的朱雨玲很吃力。 哇，这个球没有打好啊，已经打到哦，想要打偏哈、哦，进攻上2比3，又是一个直线长球，这个球你不撤啊。哦 你送回来的时候呢，里角就站在这边直接攻击，要侧身。如果朱雨玲迟疑了一下，哦，失误率就会提哦蛮多的了哈、哦。我想朱雨玲应该要解决这个直线的一个来球。最近这几轮接球大概都有一次是让里角直接发球得分了。 我想对比赛的过程哈，朱雨玲呢左右开弓不见得强调的是力道，一定要能够呢带开呢哦两大角度让里角来防守。哦，这个球接发球想要轻轻的带起来，哦力量不足。 那4比4来到荷兰里角发球，那要注意还是有一个直线长球来压制朱雨玲的接发球。好，第一个发球，直线长球，哇，太保守了，太保守。这个位置呢，如果呢没有做好一个进攻呢，当然对发球抢攻的里角呢是最拿手的。5比4，现在里角再度超前了，第4局的比赛也是。 荷兰老将啊，还是掌握了主动权、啊，相当不简单啊！面对年纪比自己小22岁的对手，还能打得这么居上风。哇，这个让朱雨玲呢，你只有防的话呢，他打的点太刁钻了，所以也不是以力量，完全以力量来压迫你。 就是以经验呢，弱点让你搞不清楚哈、哦。好，落后的朱雨玲如何拿分？哦，还是强攻哦。对，当然左右开弓的好处呢，应该还是提到两大角度的进攻呢，对里角的防守是有受一些牵制。又回到1分差距，从白短开始，里角角度带开。 连续的进攻，哇！这个球可以看出朱雨玲不知道要怎么去防，所谓的反攻啊，全部是在防守，而且是一个左边、右边、中间，哦，一直在调动。好，7比5，里角的领先，2次的发球权，啊，对朱雨玲呢非常大的压力了啊！这2个发球呢。 哦，对里角来讲，应该很多的变化，还是直线长球，拉球，擦网。哦，这个球朱雨玲回的算是蛮不错的哦。朱雨玲还是没办法撤开的，因为里角的发球哈、哦，还有一个大角度的吊开哈、哦，所以整个让朱一麟的思想上呢不敢动。哦，就是这个球掉开了，哇，确实是不简单的一个路线。 哇，这个打起来哈，可以看朱一麟也是要怎么去进行这个战术哈。目前要靠他自己，因为他的战体已经用完了。连续的进攻，哇，角度对，还能打回去。最后朱一麟进攻发生失误，让李角拿到第9分。哇，这个球。 挡得太漂亮，而且最后这一板球，既然朱一麟打心态上，哇，太急躁了，哇，这时候呢落后3分哈、哦，我想这一局呢，确实是对朱一麟非常非常不利了。哦，还是拼球哦，好，追上1分，现在分数变成9比7。啊，当然面对的李角的发球哈、哦。 朱一麟确实是这一场球赛是最头痛的，如何的接发球？那李角发球又这么刁钻。好，准备抢攻了。哦，反派的推挡想走斜线啊，但是没有能够打进，让朱一麟再度把分数的差距追到1分了。对，还差1分。看得出来，李角是很想要拿下这一局啊。 还是压力还是在朱一麟，毕竟是接发球非常不利的。那李角的发球呢变化多端哈、哦，那当然后段他是会一直想要抢攻。好，第一个发球，好直线抢攻，好球，突破了朱一麟的中路，让李角抢先逼出了局末点。在第4局的比赛，现在10比8，李角有2个机会能够抢下听牌优势。 哇，这个完全是要考验哈、哦、朱一麟的这种信心度哈、哦、心态啊。那李角很放松的在打他的球哈、哦。阿王推挡，应该没有问题。对，快推。哇，漂亮的左推右攻，抢下了第4局。 11比8的比数，荷兰老将李角现在赢得第4局，也取得3比1听牌的优势了。欢迎回到爱尔达电视，继续来欣赏2015年 ITTF 女子世界杯的转播。8强阶段的最后一场比赛，荷兰老将李角啊，目前是居于领先的一方，3比1，他握有听牌的优势，而且在第5局的比赛呢，抢先拿下分数。 对，当然，落后的朱一麟呢，一定要在场上的冷静哈、哦。当然，你如果硬拼不可能哈、哦，就是说你在打的当中的节奏呢，快慢哈、哦，尽量的呢，先来回球多一些，哦，制造呢左右去进攻，啊，带开呢李角的哦一个步伐，哦，你太强烈的攻他的反手非常困难。 对，带开连续的防守，哇！最后朱一麟反手的角度打得非常大，让李角无法再顺利回击了。对，哦，可以说是你只要拉球的所谓的稳定性呢增加，哦，那左推右攻的选手呢，毕竟呢，哦，你左右之后呢，你的推挡能力呢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哦，应该是带开，对，先拉稳，好、哦，现在推开，对，哦，李角就是很大的一个。 所谓的漏洞嘛，哈，是，所以我想从第5局呢，在朱一麟的变化上呢，也有所改变哈。哦、朱一麟过去从来没有跟李角交过手哦，在第1次的碰头、哦，很显然对于李角这样子纯直拍的打法，哦，先带开，对，不是很能适应。对，当然李角哈、哦，不管怎么样呢，哦，如果是他的正手就是要拼球了哦，毕竟呢，能够拼进去呢，带给。 朱一麟呢，哈，大概就是产生一些压力。哇，开始做有效的进攻路线哈，进攻路线。不过来到第5局也可以看得出来，朱一麟有上场搏杀的气势非常凶狠啊。一有机会就是发力去突破李角的防线。朱雨玲现在领先来到4分。 好，还是一样哈，有重有轻的拉球哈，一个线路的调动哈，我想这是朱雨玲的哦，整个战术上要多采用。好，先调开，对，还是一样哈，等于说是没有那么好的位置呢，让这个所谓的左推右攻推挡的能力哈，一些产生了，所以这个比赛呢还是。 回到战术哈，对，一定要很清楚哈。这个推挡，那你就很难哦，除非像这个，当然好的位置发力没有问题。哇，在第5局的比赛，朱雨玲确实是打出了不一样的气势。对，先带起来，先带起来啊。发比。 好球，罚球也可以直长球的对抗。好，李角现在呢落后的当中，我想以他的经验呢，也不需要太多发球的变化啊、哦。我想他会在抢攻哦，这个球在尝试的一些发球落点，也是一般来讲不是他主要的，他主要还是直线长球。我想他这一局应该是。 做一些调整而已。到了第6局呢，我想他会真正的发球的弱点哦，会有所变化。这边李角直接拼一板没进，让朱雨玲以11比2轻松拿下比赛的第5局。在前面5局打完之后，目前场上领先的依旧是荷兰的李角3比2。请你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再回到爱尔达电视，继续欣赏李角跟朱雨玲在2015年女子世界杯8强战的交手。 比赛来到第6局，由荷兰老将先来发球。哇，漂亮哈！这个时候呢，朱雨玲当然看得住他所谓的直线长球啊，反手位呢，毫不犹豫就先拉起来。事实上呢，你只要先拉出一旋转的话呢，以李角你要推开2大角度也是难度很高了。好，应该是先稳扎稳打。对，哦，弹跳呢？ 也是影响朱雨玲的出手哈、哦，弹跳的点已经靠近球台的尾端了，所以朱雨玲的判断上面呢，并没有判读得很清楚。但这场球赛哈、哦，以荷兰的李角应该会有这个搏杀的一个技术哈、哦，尤其他正手哈、哦、单面攻的这一边哈、哦，应该是毫不犹豫的，能拼就拼。朱雨玲。 反手拉起来挂网，现在也回头看了一下教练席，孔令辉教练啊，当然比场上哦，这个已经暂停用过哈、哦，那大概教练团不能有受任何的指示，哦，这是规则上不允许的。哦，要拼球了哈，拼球了。这一次李角的正手没有打进，2比2。这比赛的过程哈、哦，这个。 气势呢是在李角这边，啊，这个球应该是破裂的，要换一颗。也可以看得出来，这场比赛两位选手的竞争有多么激烈。当然，开赛一般预期来讲的话，李角直拍的打法，毕竟现在越来越少选手在使用直拍进行比赛哦，所以朱雨玲的打法上面应该是会占点上风。不过这场球确实，李角用他的经验呢、啊，跟整个落点灵活的变化。 让他现在还能取得领先呢。对，好球！在发球抢攻呢，直拍的选手呢，他是势必是最拿手的一个武器。那当然场上哈、哦、要看朱雨玲的整个心态哈、哦，是不是能够很轻松的应对？哇，这个球是机会啊！自己打掉了。 这个出界呢，哦，这个也让朱雨玲应该心里吓一跳哈、哦。这个确实是，从表情也可以看出朱雨玲哈、哦，场上呢要怎么控制她的情绪哈、哦，哦，这个是要考验她、磨练她的整个经验的。3比3，再一次的平手，轮到朱雨玲来发球。好，先拉稳的。哇！对啊，现在的局面，现在的整个情况哈，打向里角的反手呢，也要担心他快推；打向里角的正面正手呢，里角是跟他拼搏啊。所以朱雨林哦，这个确实是哦，打到现在呢，哦，就是看他的整个场上的变化了。好哦，8球9分。 李角有没有想要戳颗长球？没有成功，4比4。第6局了，看起来李角也是想在这一局决胜负、哦。对，看起来掌握度不错哦。发球要怎么抢攻？开始抢了啊！你可以看出哈，你的接发球呢，因为你面对的呢这么好的发球眼哈，你也没有多大的所谓的摆短领球，基本上。 李角的发球的路线随时在变哈、哦，所以我想朱雨林呢也很少碰到哦有这么好的发球员，哦又是一个变化抢攻，哇插到球网之后弹出界外，5比5，来到第6局了，双方的比分是交替增加，你1分我1分啊，还没有哪位选手能够连续的抢下分数，当然啊分数呢。 咬得越紧呢，对李角越有利。啊、哦，毕竟他领先。好，推打。哦，这时候呢，对朱雨林呢，先做一个安全式的拉球。哦，不见得要拉得很凶啦，因为对方借力使力的利用这些技巧是蛮多的。好，这应该是拉稳。好、哦，劈长。对，带开。对，这个就是冷静，非常冷静，非常冷静。 所以朱雨林来到中半段了、啊，这边先守住自己的2个发球分，接下来就看一下接发球这一段了、啊，能否突破李角的封锁了。对，但哦，对李角来讲落后2分了、啊，还有机会啊，毕竟他发球看能不能哦拼他一板的这个进攻。好，这个球哦防守了，防守。哦，这个目前呢直线长球哈、啊。 从哦，这个所谓的第5局呢，完全是改变的一个接发球策略，所以注意点这个部分能够接得好的话，大概好一点点。追了1分回来，又是李角的发球抢攻，在连续丢掉3分之后呢，李角拿到第6分了。接下来这2个发球接发球就很重要了。 裁断，抢攻哇，带开了，带开应该是没有问题。对，只要呢啊、哦，带回击的路线哈、哦，不要说打得太固定。对李角来讲，步伐的左右移动确实是，也是他打到现在哈、哦，尤其身体的体能各方面都要考验的。再次的摆短侧身，哦，结果就是李角。 的抢攻哦，反倒朱雨林是被动的。对，2个接发球，双方各拿1分哦，差距还是维持在2球。第6局的比赛已经来到尾声，究竟朱雨林啊能否拿下这一局，把战线拉到第7局，或者是李角能够后来居上呢？ 哇，确实是跳开，哇，难得出现朱雨林自己呢喊一声哦，鼓励自己。那大概也可以看出朱雨林呢，哦，在第6局的整个落点上哈、哦、非常大的变化哈、哦，而且呢可以送到李角的正手位就送，其实没有很大的影响哈。哦，你推挡哈、哦、推挡，你可以看出。 朱雨林，对你还没有还眼呢，我马上球就已经回出去了哦，你还没有做好准备，这就是直拍的一个特色。先化解掉了朱雨林的一个局点，10比8。哇，这个考验他的体力啊！好像从画面看出，李角应该是哦，要稍微抢攻。 好球！继续强攻，哇，这个非常有经验的选手哈、哦。那当然，越后段哈、哦，不见得说抢攻要多大的力量，你只要先上手做一个进攻，哇，对朱一麟来讲呢，也不敢多大的反拉了。所以最后的比赛呢，就是谁能够进攻，谁能占上风。还有一个局末点的机会，但是朱一麟现在肩膀上肯定承担的不。哇，发球，哇，不敢攻击。哇，这个结果失手了，看得出来朱一麟的心态是受到一些影响哦。这个。 场上的比赛哈，一个运动员，因为比分都是非常接近哈，所以说完全是心智、心理的作战呢。这个球是朱一麟的机会，既然是没有攻，不敢下手。那现在面临的就是接发球段了，哇，对李角说是机会了。10比10的 deuce， 我想李角一定想尽办法先做一个拉球的，好，短球进攻。 哇，漂亮！哦，你逮到的一个，你接发球呢，你根本没办法做有效的进攻。当然也是李角很有经验。那这一球呢，我想应该对朱一麟非常大的不利哈。毕竟朱一麟大概就是发短球，以李角的经验呢，控制短球是没有问题的。看李角怎么处理接发球。好，李角的赛末点，短球进攻，哇，漂亮！最后这一板太关键了。 正手的大角度让朱一麟回击跨网，荷兰老将李角再次的爆出冷门，在女子世界杯的8强战，他以12比10拿下比赛的第6局，最终4比2的局数打败了中国，目前世界排名第3的小将朱一麟拿下了今年女子世界杯另外一张也是最后一张的4强门票。比赛结束的同时，当然也要请周老师来跟我们分析，为什么这场球李角能够击败朱一麟？对这场球赛呢，确实啊，荷兰的李角呢。 打出所谓的左推右攻的战术哈，而且他的直拍的左推右攻的发球呢非常刁钻哈，也展现出呢哈他的这个弱点的变化。整个场面呢等于是李角打出他应有的水准。反观的中国的朱一麟这场球赛呢确实不大适应哈这么快节奏的来回，而且呢朱一麟每一个球打出去等于都是在被动。 完全没办法做出他应有的反手跟正手的抢攻哦，所以我想这是整个完全是战术上的应用哈、哦，当然也让朱一麟了解哈、哦，在场上的灵活的变化呢，确实是很重要的。那我想这场也给观众看，欣赏一下传统的左推右攻，目前呢也是在世界上不多的选手哈、哦。那李角确实是打出他应有的一些实力还有一些技巧。 所以非常恭喜李角能够打败朱一麟。这场球也让现场仙台体育馆的观众爆出如雷的喝彩。中国小将朱一麟生涯第一次女子世界杯的旅程在8强意外的画下句点，也恭喜李角写下生涯新高，第一次闯进女子世界杯的4强战。这边也要跟您说声再会。以上就是我们一双这场比赛的转播服务。接下来在10月1号早上9点钟开始，我们会继续为您带来女子世界杯4强比赛的直播，请您继续锁定爱尔达电视，支持我们的赛事。武术神捕各身边的球评朱老师，还有辛苦的转播工作同仁，我们下一场比赛再会，拜拜，拜拜。